今天是2024年的1月18号，礼拜四。爷爷在看新闻，奶奶刚刚在梳头发。奶奶。奶奶。哎。问，哎，我找到这爸来问了，我。我看你有这欢喜啊。嗯，喂，哎，我这壳破起，敢看得出来？我是讲壳破起，敢看得出来？敢看得出来啦？看得出来不？他也看不出来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你让看哦，我讲啦，好了好了，啊，我吃饱，无啦，我有钱我有钱，好了好了，我有钱，哎，你就去买，好了，你莫使莫使去上班，我两领裤拢破，包袂起啊，你个我啦，你先。好，哈？啊，那你接就好了啦，我。好了。